诸位同学，我们接着看做道场十种事的第四句啊，第四句，做道场时，令一切世界金刚所成。金刚表究竟坚固，哪些事情究竟坚固？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如来果地，他那个大地确实是金刚所成。为什么地会变成金刚？啊，这个在理论上讲，现在科学家很清楚。啊，科学研究的成果知道，一切万物确确实实是一合相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它的基本的粒子完全相同。金刚钻跟泥土没有两样，完全相同，只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。变成许许多多不同的元素，不同的矿物，不同的金属，实际上通通这个基本粒子完全相同。那么谁排列的呢？啊，于是有些人就想到，这大概不是人呐，这神呐，神来做的。总是把这一切无法想象、不可思议的，通通归给神。啊，答案都归到这个地方。可是，在佛法里面呢，佛法就不是这么说了。佛法确确实实有归宿。啊，谁排列的？佛家呢，从心想生，你的心想坚定，这所有一切物质的时候都变成了坚定的，你的念头浮动，所有一切物相也就变成浮动了。物质现象从心想生啊，心刹那刹那不住啊，所以外面所有的物相也是刹那刹那在变化。我们想想佛说的这个道理，佛不是凭空说的，他凭什么说？他亲自见到了。这个就是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，佛有无眼呐，无眼圆明呐，看到宇宙之间的啊
无量无边世界一切真相。诸佛如来要是有缘集合在一起，那他那个大地所呈现出来的确实是金刚。啊，清净心所现的这个土地是琉璃，干净一尘不染，像玻璃一样透明的。啊，平等心现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地平如掌，没有高低起伏啊。确确实实说明了无随心转，境随心转。在大乘教里面，金刚代表智慧，般若智慧。啊，所以《般若经》里面有一部，啊，这是知名度最高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啊，《金刚般若》是能显的，世界金刚所成是所现的，能所是一不是二。啊，金刚经的意趣就是坚固，能破一切无，一切无不能破坏它。啊，它的坚固啊，就可想而知了。啊，那我们在此地把它用来比喻。性愿心，性心坚固，没有能够破坏的。愿力坚固，决定没有退转，决定没有改变，性愿坚固啊。行坚固，这个行包括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行为。啊，决定与诸佛如来教诲相应，决定与信德相应。没有违背，啊，这个人的成就就是金刚所成。啊，那么想想我们自己，啊，学佛这么多年了，对佛法是不是真正有信心？大多数的人半信半疑啊。
你的愿呢，有没有信心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把握，没消息，也是半信半疑。所以在行门里面呢，一面是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面又舍不得放下娑婆六道啊。你处在这个矛盾当中啊，你怎么能成就啊？大多数修行人确实是这样子啊。你找到一个真正坚定信愿行的人，太难太难了啊，那个人肯定一生成就。我们在《往生传》里面看到，《净土圣贤录》里面看到那些记载的，你仔细一观察，没有一个不是信愿行坚定不移，他成功了啊！信愿行有丝毫疑惑，都会造成往生的障碍啊！学教呢，造成开悟的障碍。其他就不必说了。所以华严大经大论都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坚定的信心是成道的根源。坚定信心能促生一切功德，所以称功德母。初学你有没有成就，不看别的，端看信心啊。初学的人，你对于你选修的法门有没有信心？你对于一指的善知识有没有信心？我们今天讲啊，老师指导你修行的老师，你依靠他，你对他有没有信心？对你的同参同学有没有信心？然后你所学的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有没有信心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恭喜你，你决定成就啊！啊，你要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，疑心很重啊，怀疑啊。怀疑，大乘经教佛常讲，是菩萨第一障碍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菩提道上障碍很多啊，怀疑是最严重的障碍，是一切障碍里头第一障碍，就是你有疑。
你对所选修的法门怀疑，你对于教导你的老师怀疑，啊，对你所学的东西能够落实到生活怀疑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到，你怎么会有成就呢？啊，真正有成就的人一丝毫怀疑没有啊。禅宗六祖慧能24岁接受五祖传衣钵给他，五祖哪一点看中他？就是人家没怀疑，神秀还犹疑不定。那你谭先生看到他呀？这就没有办法跟慧能大师相比啊！坚定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所以谚语常讲啊，疑心出暗鬼呀！啊，这是比喻。你有怀疑，你就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障难。啊，那些障难叫暗鬼呀！啊，障碍你，阻碍你，你不能成就啊。下面第五句，坐道场时，普观一切诸佛如来狮子之座。菩萨示现成道的时候，这也做狮子座了，观察一切诸佛狮子座。狮子座比什么呢？坐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，狮子座就像宝库一样啊，这里头有无量无边无尽的法宝，你坐在这个狮子座上，这些法宝无量无边无尽的法宝从你口中流出，从你面门流出，从你全身流出，从狮子座流出，遍法界虚空界。你想想这是什么境界？坐上这个宝座，这世仙成佛了，佛佛道统啊，佛与佛所见的，佛与佛所说的，决定没有两样，叫佛佛道统啊。所以你要是疑惑，哎，这个人是真佛是假佛，没有关系，你找佛经来对照一下。如果他所想的、他所说的、他所做的跟经典上讲的相应，那他是真的，他不是假的。
如果不相应呢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细心观察了，你就明了啊，这一句啊，清凉大师还有注解。是指作者之讲说故，静经云：观一切佛是子之好。啊，静经是六十华严。啊，这个地方讲观世子座，六十华严是观世子好。大意上我们也都说出来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佛佛道道，疑心印心呐。啊，佛心纯净纯善，自己也是纯净纯善，心心相印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的智慧跟自己所证的完全融成一个智慧。啊，你也是为什么？这是法性，法而如是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一切一切。一切皆已，只要你把障碍去掉，障碍是什么？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那说到我们眼前的障碍，啊，最严重的障碍是恶业。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佛教初学，无论在家出家了，叫什么？十善业道，啊，怎么晓得用这个教初学呢？净业三福不就是说明了吗？啊，这三条，第一条人天福啊，第二条二乘福啊，第三条菩萨福啊。啊，人天佛里面教的是孝亲尊师、慈悲心、十善业道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十善业道经是佛门的共同科目、必修的科目。再看下面第六句，坐道场时，心如虚空，无所分别。这个五六七，这个三句是讲身与意三业，这一句讲意业。这是如来果地，乃至于化身菩萨心如虚空啊，无所分别。
我们常讲啊，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都没有了，这个心是纯净纯善，这个心是真心，这个心是佛心啊，这个心决定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啊，自自然然圆满具足。故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，修行要从根本修啊。什么是根本呢？心是根本啊。啊，我们把这个大乘经论教诲归纳成十句纲领，好记，依这个修学，与这个相应，真学佛了，真修行了，真的从根本修啊！啊，这十句我们都会记得很熟啊！啊，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，十句二十个字，啊，再总把它归纳起来，纯净纯善，五种菩提心纯净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纯善之心啊，所以把二十个字归纳为四个字，纯净纯善啊，从这修心再看第七句，做到常时随其所应现身为义，这一看就知道这是身业啊，善护身业不涉律也啊，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必须要记住的啊，非常重要，那就是随其所应，众生有感，菩萨就有应了。啊，这个应就是现身为义。你们大家现在在学沙弥律仪啊，沙弥律是十条十戒，仪就是威仪，二十四门威仪
从这儿学。儒家位移是在《弟子规》里面，叫你行住坐卧都有规矩啊。现在世间人虽然不讲这个规矩，不教这些规矩，不重视这个规矩，但是如果看到有这种规守规矩的人呢，他生欢喜心，他生尊重心啊，这是肯定的。善根厚一点的人会生惭愧心，感觉到是好，我不如你，我还没有办法做到，生惭愧心。度化众生先要从威仪下手啊，要做个人看啊。啊，你跟人接触不懂得威仪，你就不能够帮助众生。为什么呢？众生排斥你，你就是有真心想帮助他，他不愿意接受啊，所以威仪很重要啊，一举一动要守规矩啊。最重要的要笑脸常开啊，事出世间法，在威仪里面，这是第一。那佛门里面用弥勒菩萨来表法，啊，正规这个佛教道场的建立，第一栋建筑物天王殿呢，天王殿正当中供奉的是弥勒菩萨、布袋和尚啊，啊，放在那里干什么？叫你入佛门，你要学他，笑面迎人呐、啊，每一天那个脸板起来的时候，谁欢喜你啊？谁愿意跟你接近啊？你得不到别人帮助，得不到别人的这个尊重，是你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啊，所以好像过去我住台湾那个时候啊，有一度台湾社会呀、啊，在推行叫微笑运动啊，这一点真的现代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啊，外国人你看见面不认识，在马路上见面他会对你笑笑，会打招呼，这中国人没有啊。啊，中国人不但是陌生人不会打招呼，熟人也不会打招呼，也不会有笑脸。啊，而佛法头一堂课就教我们这个，满面笑容，欢欢喜喜。啊，你叫人生欢喜心呢、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法布施。
不失欢喜，不失真诚，啊，不失慈悲呀，从这里表现呐。啊，板着面孔这个不行呐。那这个不是学佛。弥勒菩萨肚皮很大，啊，代表什么呢？包容，啊，背这个大布袋放在旁边，代表什么呢？放下。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没有一样不包容的，满面笑容，头一趟口。你进佛门，用这种心态入佛，你才能入得进去啊！啊，就是说，你学佛才真正能够契入境界。你要没有欢喜，啊，没有欢喜，没有包容，没有放下，诸佛菩萨来叫你也无可奈何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所以佛法一切的设施是教育啊！啊，非常可惜啊，现在一般社会把它当作神去拜，你说糟不糟？啊，求他保佑你，实际上他的表法是真保佑你。你看，你天天用欢喜这种态度对人，能包容，能放下，谁不尊敬你？谁不欢喜？谁不愿意跟你合作？你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？啊，谚语常说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事出世间法的成就，先决的条件，人和。所以家和万事兴啊。你这个道场和和，道场一片兴旺啊。如果里头勾心斗角，啊，彼此不和，这个道场必定衰亡啊。啊，心衰就看呢，这里面的人合不合。啊，看一个家，这个家是要拜，家还是要心，你看这一家人，啊，合不合睦？啊，一家人，啊，父子兄弟通通能合睦，确定兴旺。啊，父子兄弟通通个人有意见，彼此不和，彼此不合作，这个家怎么会不衰呢？当然衰了。这桩事情不但是中国外国历史里面记载的太多太多，我们冷静观察周边现前的社会，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和比什么都重要。古时候，帝王统治这个国家，能够传多少代，能够享过多少这个几百年，靠什么呢？靠和。末代的皇帝一定不和，他才亡国啊。啊，你去读历史，读末代皇帝那一段，啊，宫里面不和，宫是他的家。皇后、嫔妃
家不和，外面朝廷不和，帝王跟大臣都不能够真诚相待，彼此都有疑心，都有怀疑，都有防范，这糟了啊！凡是有这些现象出现，这个朝代不会长久啊，决定会灭亡。所以古时候的教育，实在讲，最重视的就是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啊。真正教育的重心就这两句啊。和睦里面决定包含着包容啊，互相尊敬。互相敬爱真诚互信啊，彼此互相信赖啊，互相关怀照顾，互助合作啊，包括在这个和睦相处里头啊，这个是这个家这个国为什么会兴旺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如果舍弃了教育，你现在这个社会不管怎么样繁荣兴旺，昙花一现，必定败亡。只要你细心冷静的观察，事实就在面前啊，理跟事你都会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。下面一句，第八句，做道场时，随顺安住金刚三昧也。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啊，后面三句成德，第一句是满字能证，明智贤获王啊，明是明显的意思啊，智慧现前了，烦恼习气灭了啊，这是第一句。这一句里头我们要学习的，随顺安住。你就能成就金刚三昧。啊，金刚三昧
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。普贤菩萨十大愿里面就教导我们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随顺啊，随喜恒顺啊，菩萨能做到，为什么呢？菩萨没有分别执着，他才能随喜恒顺。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要求别人随顺我，我不能随顺人啊。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几个菩萨呢？菩萨碰到你能随顺，能顺从你，那不是菩萨的，你们两个就对起来了，彼此就对立了。彼此就产生矛盾了。我不愿意随顺你，你也不愿意随顺我。和睦没有了，平等没有了。和睦平等没有了，是什么现象呢？斗争了。斗争再要向上提升，就是战争啊！最后的结果，同归于尽。纵然斗争，一个败了，一个胜了，胜了未必真胜，败了未必真败，为什么呢？来世。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所以说是同归于尽啊，同归于灭亡啊！那么要共存、共荣、共存啊！现在这个口号叫得很响亮啊！如何与一切众生共存共荣呢？那你一定要懂得随喜恒顺啊，一定要学菩萨了，这样你才能得真实的智慧，金刚三昧真实智慧。第九句，做道场时，受一切如来神力所持，清净妙处啊！这一句容易懂。清凉大师说：“受佛所处，将其通法界。”佛所处就是法界，法界就是佛所处。受一切如来神力的加持，住清净妙处。金刚经上须菩提向世尊请教，云何应住？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
啊，现在我们修净土啊，这两句话答案我们知道了，我们的心也住在哪里？住在阿弥陀佛圣号上。怎样安降伏其心呢？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我们一切的妄念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扶住。所以两个问题用一个方法解决了。终极的目标，那我们就是要安住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到那个地方成就圆满菩提。这是净土的归宿啊，不能忘掉啊，要很认真努力去干啊。啊，经上讲的话你要真懂啊，这是如来在大乘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深解义趣。你对于经教不理解是障碍，你一定要理解它啊，然后你才能够用得上啊。往生怎样才能往生呢？《无量寿经》三辈往生，往生正因，这个良品你要好好的去读啊。啊，这经上所说的都是往生必须具备最重要的条件，你有没有呢？啊，总的纲领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这两句话的内容就非常深广啊，有很多人误解了，因为一向专念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啊，其实每一声佛号里头要具足四十八愿，这是不能再少的了。念念的跟佛的心相应，念念跟佛的行相应啊，这四十八愿呢，前面一句不要忘掉了，发菩提心呐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心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你是不是这个心？要用这个心念佛才会相应。你的心是虚伪的，是染污的，是共高我慢的，是愚痴的，是自私自利的，你一天念二十万声佛号啊，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，不能往生。什么原因呢？你的心跟佛心不一样啊，阿弥陀佛是菩提心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众生通通是菩提心。因为说都是发菩提一向专念才往生的嘛，你的心是轮回心啊，要知道虚伪染污高下功高我慢，没把人看在眼睛里头啊，愚痴自私自利，这是轮回心。念阿弥陀佛也是轮回业啊，只是口善而已，不能往生啊。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。
啊，所以清朝乾隆时候，灌顶法师，你看他注解的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疏钞》，你们看看就晓得了。头一句，他讲念佛一百种不同的果报，第一句啊，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。为什么？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，最后堕阿鼻地狱。多想想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念佛了，这一百种果报，自己仔细看看，将来自己是得哪一种果报？啊，在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最后的一页，现在时间到了。